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美丽的大海终于退潮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出发找好东西。在这礁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海里的推土机，猫眼螺，哇，像个牛奶蛋一样瞪着我呢。这个回去炒个辣椒啊，特别的鲜美，给它收了。哎，这是它的小耳朵。嘿，这地方又来了一只皮皮虾，正在漫不经心的散步呢，找女朋友吧，收了。这里又藏着一只大的蟹老板，哇塞，收。哇，真活泼呀！发现一只张开凤，嘿，大海里的张开凤，咱家的网里怼去哪里了？收了。这每当大海退潮之后，这些小花盖蟹啊特别的多。看这个小贴皮，正在和我呜呜喳喳着呢。收。嘿，在这里啊又发现了一只大家伙，大的海螺。如果你喜欢赶海视频，喜欢在大海生活的话，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